你们知道吗？大部分的人感染乙肝没有症状，乙肝没筛检都不是真健康。我过去罹患乙肝20年，对治疗也曾犹豫不决，但比治疗更可怕的是病情恶化。现在治乙肝其实很简单，治愈率超高，2到3个月就痊愈，还有一次免费筛检。治乙肝很简单。